南韩又诞生一对演员夫妻，33岁女星朴世荣与31岁男星郭正旭在下个月步入礼堂。他俩是在李钟硕、金宇彬主演的电视剧《学校2013》13结缘，女方饰演模范生，男方则是校园恶霸。没想到后来发展成恋人，更将结为连理。女方经纪公司于今24日发布这项喜讯，朴世荣将于2月中旬在首尔谋处，与恋人演员男友郭正旭结为连理。他们因为电视剧《学校2013》结缘，保持友谊，几年前发展为情侣爱情滋长。时而像朋友，时而像恋人一样保护着彼此的两人，作为终生的伙伴，在新的道路上向前迈进，请大家给予热情的支持。预计婚礼会以非公开方式进行。学校2013是从2012年底播到隔年年初的青春电视剧，由崔丹尼尔、张娜拉、李钟硕、金宇彬主演。当时24岁的朴世荣逆龄演出高中生，饰演全校第一的资优生宋夏金，而郭正旭的角色完全相反，是校园恶霸，经常带头霸凌其他学生。现实生活中两人结为夫妻，对照剧中第一名与最后一名的学生相恋，被网友笑称刚好跟最近热播的韩剧《那年我们的夏天》剧情一样。郭正旭6岁以童星出道，曾为偶像男团 Infinite 预备成员，最近一个作品已是2018年的电视剧《火星生活》。转为幕后的他，去年中刚卸下了演艺学院代表一职。朴世荣2011年以电视剧《如果明日来临》出道。近年持续参与作品包含《悄悄话》《金钱之花》《特别劳动监督官赵长峰》，今年预计推出 TVN 新剧《心灵导师诸葛吉》，战地 Mental Coach Jack Eljo 有请回答1994郑宇及由于游戏李余梅与 Voice 系列大魔王全律合影。